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。不欢迎也没办法，你们他妈的票都买了。非常抱歉的通知您，本次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又晚点了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如果本次航班的延误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衷心的表示能不赔就不赔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有异议，你他妈来打我呀 ！Ladies，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开始起飞了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再次确认您已戴好安全套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套好安全带。如果您套好安全带后仍感觉不安全，请您及时告诉空乘人员，我们会帮您把安全带系成死结、蝴蝶结或者金箔结。请您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光板，关闭手机电源及电子设备。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是可以开启的，只要它真的会飞，因为你敢开，我们就会把它扔下去。这是真。